间随便放。因为他抽到更详细，还是真的很好，我好喜欢这样。好。因为我怕如果住那个，你怕怎样？哦 ，OK， 我那我跟他讲。因为我刚刚是先说你才五步。不行的天数，我来。他搬别的图，图图到时候你的床都是他的。我觉得会，我就觉得我家会炸。你的床就不要换，我把我的床这样翻起来，那他没有地方给你尿，我准备被尿，他尿到爽，要反正他尿爽，他尿爽，你们都不来陪他睡。开始哦，好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了今天星期几？礼拜一的滴答滴直播。你今天帮我讲嘞，通常都是讲，就在我们每个礼拜一四晚间八点的滴答滴料理直播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换新的单元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大概三四集一个单元。上个单元四集我们是做海鲜嘛，那这一集这个单元呢，因为那个农历七月刚过，农历七月刚过怎么样？就是大家会拜拜，家里会拜拜，所以应该会有很多普渡之后剩下来的，应该不说剩下来水果吗？水果就切来吃，或者是一些泡面，对，泡面，还有罐头之类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大家记得先帮我们分享，因为我们每次都会有一些小奖品。然后这个单元要抽出来的是，如果大家有 follow 那个滴答滴的粉丝页话，滴边有在置顶的贴文贴了一个多功能烤盘，烹饪盘是不是？对，它就是可以换那个烤盘，所以它也可以煎吗？它可以煎，可以烤，只要插电就可以插电就可以了。对，那种电磁盘的感觉。电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大概多大、啊？很，应该蛮大的吧。然后这个单元就是要送出那个大奖，然后今天呢一样会有小奖。是哪一天要送出？下礼拜四，下礼拜四这么九月二十八号，这四天都要分享，不用，就到只要自分享自己的贴文，对，礼拜三之前，下礼拜三之前、分享那一篇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就会送出那个大奖，下礼拜四才会送哦，今天是送别的其他的，对，今天送的也蛮不错，今天送的我觉得蛮想要的，蛮有噱头的，我觉得蛮有噱头的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是普渡。剩下来之后家里最多，或者是那天是普渡特辑，对，最近是普渡特辑，就是调理包啊，或者是罐头啊，泡面一些素食的。你们先照一下，然后让观众猜一下。好啊，让大家看我，让大家猜我今天要猜不猜出来你要做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猜得出来我要做什么吗？这个是泡面吗？这是泡，应该蛮明显的是泡面，这边写了两个很大的字泡面。这边写的泡面，对，大家记得赶快分享哦。大家猜一下，泡面将这种今天有很有趣的奖品，我觉得这个是面粉，对，面粉。那这个嘞？蛋里面加了什么？蛋加了一些香草香料。那这个又是什么 ？cheese 吗？对 ，cheese 蛋液香草蛋液香草加上面粉还有泡面。怎么有粉丝已经知道我们今天公开分享直播要抽五星级龙虾泡面了？因为上面有写啊。真的、哦？我还想说他怎么那么厉害？有噱头，居然被发现了。对，我想说怎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？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抽的就是五星级龙虾泡面啦。已经破功了，来，有没有？想说有没有躲一下？大家赶快公开分享！听说这一包要一包一袋就要。一百多块，一百多块，对，我们今天会抽出，要给大家看一下，一个人可以有两包，一，对不对？两包，他的龙虾有没有看到？公开分享的龙虾泡面，上面写是金色的哦，泡面界的爱马仕，真的，一包一百多块哦。泡面界的爱马仕，什么叫爱马仕？顶级龙虾风味拉面，风味拉面，我听到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我要repeat一下这段，风味拉面，龙虾风味。很厉害，高级是龙虾风味了。那个包装感觉就是很有质感的一个包装。龙虾，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啊？有没有人吃过的？对啊，有吃过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口感吧。不好吃的偷偷先私讯我们。
不要再讲。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吧。我觉得应该还蛮不好吃的。可是有没有人猜出我要做什么？对啊，好像没有人猜。有人说泡面烘蛋。泡面烘蛋，哎呦。泡面，那为什么cheese要把它变成长方形？一包当装饰吧。一包150，好。那 Danny 帮我把它再弄碎一点。你说这包？对啊。喂，我们今天也是用龙虾的哦。没有，我们是用龙虾的哦，牌子的哦。就是用一个，因为我们每次做料理直播，毕加斌那个都会从上次的节目中抽出三个任务。不是我们今天讲话就好像有点傻。吃螺丝的螺丝。是不是酒喝太少？太少。就上次我们抽出来是泡面跟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泡面啊，烤箱，烤箱跟红色，红色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包红色的泡面。对，是不是很聪明啊？这个什么熟悉的美味有没有？熟悉的美味，小时光，从小大吃大家的回忆，真的，停电的时候就要吃这个。Yes。而且这种还可以把它直接打开，然后加里面的油啊、盐，然后把它摇一摇一起吃。什么病？直接变，对啊，绝面啊！可是不会加油包吧？有些人会，乡下是不会加啦。南部人会，小编会加吧？我不会，好不好？我也是南部人，好不好？我不会。我们家就会。好了，你们家会。我们今天要用那个泡面来做一个烤起司条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我还在问一下。好的，那你问，因为我忘记把烤箱打开，你先问。你问，还是你其实你要问君？没有。你吃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是，哎，我来看一下，你是不是，是微，对啊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是，它有个炸酱面的有没有？哎，炸酱面吗？有炸酱面，有那个炸酱面的，那不是这个牌子吗？炸酱面是黄叉，对啊，这个是，这也是啊，这是统叉，这是统叉，这是统叉，我们知道统叉，这微叉的那个炸酱面。你吃的时候会把水掉倒掉吗？一定要啊！会啊，那是干面是干面呢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没有倒过那个水。那会，我全部的酱汁都丢进去，然后就辣辣变一碗很辣的泡面。那个哪会辣？那个会辣，小时候辣。那个不会辣、啊。可是它不能这样吃吧？可以，你回去吃吃看，一定有观众没有把水倒掉的。我才觉得不能把干的面加那个油葱来吃。一定有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讲一下，你一定有没有把水倒掉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微叉什么面？微叉炸酱面。然后我们今天用这个泡面来做一个 cheese 条， cheese 条，对，直接就公布，直接公布了，对，然后做这个 cheese 条，然后呢就是把 cheese， 哎，是你自己用的吗？对，我自己用，应该看得出来，他们都长得不太一样，所以你混合了两种 cheese， 对，混合两种 cheese， cheddar cheese 跟 mozzarella cheese。然后就把它压一压，然后切成这个形状，所以你看出来就是有这种手工的质感，手工的有大有小，大家长得都不太一样。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孩子，我讲一些奇怪的话。然后你的八个孩子，我的八个孩子，对。然后我今天需要帮你什么？你帮我把它捏碎一点，然后待会就是很简单，我们就是如果喜欢用炸的就用炸的，然后也可以用烤的，就是把这个cheese条呢，把它裹上面粉之后。然后沾一下蛋液，沾个蛋液跟这个泡面，让它有一个酥酥脆脆的口感。然后这个蛋液里面我加了一些很简单的调味，就是刚好香草，让起司条有其他香料吗？就是香料，对啊，让香草起司条吃起来不只是起司条。那它是什么？就是加了香草的起司条。加了香草起司条，就是明天食谱的菜单的名字。加了香草的 cheese 条，还有泡面面衣的 cheese 条，大家记得分享，今天就可以得到俗称泡面界的爱马仕的龙虾泡面，好吗？然后记得这一个单元我们是做那个苦度之后的食材再利用，哦，对，然后会送出那个连续四集都是苦度，连续三集，因为第四集又要到我们每个月一个月一次的谁来晚餐。谁来问餐？就哎，我不知道。对，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？明天就是大家第一边呢会发布一个连结，然后大家可以报名去一个很棒的，我觉得很漂亮的地方吃饭。虽然我家也很漂亮，不过我们这次改去一个更有气氛的地方。是哪里啊？在明天会看到是不是？明天就知道了。明天就知道，可是我觉得很棒，就在我们家附近，太好了。所以你去很方便，对不对？你去也蛮方便的、啊。还是你煮就对了。
还是我煮，还是你要煮？我们交换那个。大家敢吃吗？你煮，然后。大概是你的番茄炒蛋，还有那个，大家敢吃吗？大家敢啊？那够碎了吗？够碎就帮我倒进来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够不够碎了。好，帮我倒进来。分享哦，分享分享，大家。你分享。碎一点比较好。还是第一遍，你先要把这个。还是第一遍，你先示范一下怎么吃。加一下，你不是都这样吃？我可以留一点给你、啊。那是我小时候。你现在还是很年轻啊。你现在还是18，不是吗？好想去哦，明天哎、欸，现在的观众，如果想要，对他逃避年，这个月。这个月想来参加谁家晚餐，锁定我明天的讯息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把这个 cheese 条。我来，我来，这小事。可是这样待会手会很脏哎、欸，你要弄粉。OK， 我弄脏。好好，你可以弄，你要弄脏还是不要弄脏？因为 我弄脏。好，你弄脏。我弄脏我自己的双手。然后把它拍一拍。你说我怎么拍？这样拍？就像拍。拍怎么一样？拍什么？哎、欸，它掉了、啊。断了！我刚刚这样会不会太粗鲁？不然还有可能会断掉。像拍。像拍女朋友一样拍，结果你会拍很大脸。你不会拍女朋友吗？怎么拍？什么时候会拍女朋友？拍她的脸。拍她的背啊，说哦辛苦了什么之类的。好了，赶快把它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这样一整条？然后不要太厚，就拍一拍，让它的粉很均匀，然后放到这个蛋液里面。那你负责放到蛋液？对，我放在负责蛋液里面。然后通常准备一个叉子，就是如果我要煎或炸什么东西的话，我不想手弄很脏。然后我只会一只手。然后把它很均匀的那个裹粉，所以我们是用泡面来代替我们的像是平常的面包粉之类的，对，像是面包粉之类的。因为通常我们炸东西或是烤东西，要想要酥脆的话，外面这个会是一个面包粉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用泡面的感觉，会比较酥脆吗？会，就是会觉得在吃的时候想说赶快去买一个啤酒、哦、这样子。赶快去买个啤酒、哦！赶快去买个啤酒、哦，赶快开一瓶啤酒、哦欸。搞不好人家普渡有拜酒啊？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普渡可以拜酒吗？酒嗎好像只有那种米酒是。是吗？米酒也是可以、啊，那也不错啊。米酒也可以啦、啊，是有多酒鬼啊？米酒也可以。边做的时候就边那个，好，刚那个短短的也可以丢进。那我们最后再丢。好，最后再丢。哦、Stanley 最近感冒，大家最近换很多哎、欸，你们不觉得就是最近天气有点开始有点那个像秋天的感觉了吗？我现在去买菜都觉得好像凉爽多了。然后记得那个，因为我刚好试做，尾端很容易，因为待会你起司烤了之后啊，它可能会流出来，所以尽量。它可能会流出来，这么的，可是你用的起司，它这种你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的、啊？因为我看到它还是。就是用力压吗？我用力压，因为我也是买一整块，然后你可以买一整块，然后直接用切的。可是这样子，我想要两种 cheese， 所以我就把它们都弄成丝之后，再把它用力压压久。普渡不是都是沙士吗？对啊，有朋友说普渡都不是都是，没有人在卖啤酒吧？没有在卖啤酒吗？哦，比较少哎、欸，压。那以后还是以后，如果我普渡的时候，你普渡的时候，不是就是如果我开始也要拜拜的时候，还是普渡你的时候，不要，那每天都可以啊，每天都可以帮我准备酒、米酒、啤酒。不过普渡好像真的没在拜酒。有一个朋友说，拜酒如果喝醉了不走怎么办？啊，是这原因哦。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，那就是不要拜酒，陪他喝吧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应该时常需要有人陪他喝。对啊，那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怎么样？你们都反正、啊、你们都要跟我喝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拜多一点，把这个泡面放上去，把这起司条，是不是好像很厉害？蛮厉害的，很像有一种甜点，你知道吗？哪一种？有外面有那个，你看那外面有那种椰子丝的那种甜点。我没有吃过、啊，那也很像马捞米烙。啊？马捞米烙啊？哦，外面马捞米烙。马捞米烙是哪一国语？不然怎么讲？马烙台马捞马烙马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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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台语不好嘛？那也不是台语啊。马捞啊？马捞，你说圆形，马捞是圈卷起来那个吧？那个是马，那是麻花。你知道怎么当地大店？
业料理之边卷起来的那个，直播的是那个什么边马老，马老跟那个麻花，不然马老台语怎么讲？大家来听听看。马老台语吗？有好不好？不就是、我听我奶奶念的。马老，马老，不是进来的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就这是哈，最近啊，就是因为中原普渡刚过，然后家里应该会有剩下的一些拜拜之后会有很多泡面啊跟罐头啊，所以就想说这个单元就是要利用那个普渡之后剩下来的那个贡品，是这样讲吗？贡品，对。那为什么大家有人在笑？我讲错了吗？就是贡品，对，来做一些那个再利用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只要公开分享直播呢。我们有准备一组奖品，里面有两包俗称是泡面界的爱马仕 LV Gucci， 对，然后是龙虾泡面，龙虾风味顶级泡面哦。我觉得你一直提醒我是龙虾风味哦，所以里面没有，里面可能没有龙虾，里面当然没有龙虾吧，所以它叫龙虾风味啊，谁代表没有龙虾的话，这包100多也太便宜了。对，是龙虾风味，不过我觉得也不错啊，试试看，也没有吃过。然后就蛮想试试看的。待会呢，我们就会先帮大家试吃一下那个龙虾风味的泡面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做那个把泡面弄成面衣。然后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cheese 条，家里都在普渡吗？不是差不多结束了吗？我的意思说，每个人家里都会普渡吗？现在？你家没有吗？我好像没有参与到不是，还是因为我不在家。那你去哪里？是不在家。你有参与到你家的吗？如果知道乡下，我家都会普渡。我妈是有普渡啊，每个七月都会啊。会啊。对啊。就是在大楼里面的话，就是会在大楼的拜拜，会在大楼也拜拜。对啊，然后顺便聊天啊，讲一些小笑话啊。小姐。对，可能是想说要不要帮你女儿介绍一下男朋友啊之类的，她最近在干嘛？大家会闲话家常一下，普渡就是一个盛世啊！我小时候超爱普渡的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可以吃吗？对，大吃很多零食，喝酒拜拜完之后又很多零食，很多零食啊什么，很多泡面。哦，明天是七月最后一天哦。明天是农历七月最后一天，有人我们只做到下礼拜一而已，所以明天就关了。就不是，就是说我们普渡的做到下礼拜一哦。对，我们这个单元是用普渡的剩下的。就是你拜完的贡品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们就是到下礼拜，然后呢，下礼拜四我们会举办一个月一次的谁来晚餐，然后呢，每次滴答滴直播就是礼拜一四晚上8点嘛，然后最后一个礼拜四或是礼拜一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进行一个谁来晚餐的活动，然后欢迎粉丝一起加入，来清肠镜的手艺。然后现在我要把那个，这个是 cheese 条，放到烤箱里面去烤。什么火大概要烤多久啊？大概就来个180度，烤个10分钟好了。然后待会我们就是试吃完龙虾泡面，又抽完下次的料理任务的时候，那就好了。然后还有抽完那个龙虾泡面那个赠品的时候，应该就差不多好了。所以我们待会这些动作在10分钟内把它做完。对，如果超过10分钟也没有关系啦。对，你要去洗手吗？我们轮流去洗手，还是你不用洗手？应该不用吧。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吗？接下来没有要做什么，接下来就是要泡泡面。那我稍微把这个。妈在这边泡吗？我们在这边泡啊。真的假的？还是要去哪里泡？就在这边泡。偷偷的去哪里泡？好了，不要管我，要讲些无聊的笑话。那去，所以你们两个先在房间泡。泡泡面吗？你只有我们两个吗？对，破百了没？我们破百要公开俊的房间哦。上次差一点，对啊，上次差一点，破百要公开哦，记得要预热吗？我们这样无聊哎、欸，要预热，要预热。刚刚节目开始之前，我忘记去预热，我刚有预热。我刚离开一下下就是去，对，就是、把烤箱打开，开烤箱。跟大家讲哈，如果你在家里烤东西的话哈，一定要预热。一定要预热，我只是把这盖起来，眼不见为净，然后把这个眼不见为净。对，待会我们要试吃龙虾泡面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 cheese 条送进去烤箱里面 ，OK， 可以吗 ？DB， 那不然请好，可以请 Stanley 来帮我们开好开箱，直接开一包吗？开一包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们现在都开箱尾就对了。对，这么好啊！来帮大家介绍一下，是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它外观，放到看一下，看一下，
那个那外观这写什么？这写什么？其实我都这样，外观他写都是韩文，我怎么看不到？是看那种 special edition， 下面还有一些什么热量表啦、啊。哦，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热量。它热量大概每100公克有438大卡，因为后面有中文标签。那、啊、它这个大概几公克？这包大概114，所以我大概其实这包热量大概500卡左右。500大卡左右，也算高吗？泡面来说，就以一顿饭一餐来说，差不多。应该差不多吧。嗯。然后它，哎呦，他说，可是这个里面有牛肉。有牛肉，如果不能吃牛的，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后面有写说牛肉的来源是澳洲，然后猪肉来源是澳洲牛、韩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他说，因为里面也有其他的贝类啊，然后虾什么的等等的，所以他对食物过敏的要注意一下。小心。对，所以没有过敏的再来抽哈，有过敏的你可以拿去送人哈。哎呦，抽到你就让给我们。对啊，有没有看到很漂亮的包装？很漂亮的包装。好，现在把它打开喽。好。你说这包怎么150是不是？可能一包要150。好，打开哇，看一下有没有发亮吗？有，有发光吗？真的哇！我先把那个面条拿出来。看它哪里不一样？先把那面条拿出来。来，这就是它的面条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先把它先要倒出来。面条哇，我这是太小了。所以里面打开之后，除了面条之后，两包酱。一包看起来是勾勾的，应该是像是我们那种油膏之类的酱。这一包又好像100多。然后另外一包有点酥酥脆脆的，应该是类似像我们那种蔬菜粉，看出来吗？或者是一些、那個就是、那种冷冻蔬菜那种、啊。当然会这样子嘞、欸。就是这样吗？已经变成美洲部落客了。对啊，可是上面还是都是写韩文哦，我还是看不懂有没有会韩文。所以应该有一个是里面的。调味料就是什么牛肉啊，所以都是干的吗？应该就跟这个一样啦。那龙虾在哪、啊？有一包 就可能在某一包里面啊，龙虾可能在某一包。有一包就类似这样的感觉，它摸起来像那种感觉，油膏。另外一包就是像这种粉的感觉，可是它没有一颗一颗的。那我们先来猜其中一个。大家有没有懂韩文的？懂韩文的看一下啊、哦。有没有懂韩文的朋友？他这样做的非常精致，公开分享可以抽两包这个。龙虾风味的泡面哦，懂韩文，先开这包，开这个粉粉状的，也没有写英文的，没有，全部都是韩文，来了，喷出来，倒出来喽，来，你这个不用洗手吧？你手都是面粉，反正它也是也是面粉。然后就一些小龙虾头啊，你怎么是小龙虾头、啊？小龙虾头那边就很小很小，而且什么叫做小龙虾头？我有看到，我有看那些小干贝啊，小螃蟹啊，小蟹啊，哇，那个虾还生的耶！你看它都有啊，还会动，会游哎！我觉得你们在骗我呢，我是很认真想要看，就香菇，然后还有蔬菜跟什么香菇、干燥香菇，碰到虾子，跟干燥蔬菜，对对对，那个刚刚跑了一下。跳动一下，还有一些干贝啊，干贝嘞，哇！不担心，这个不愧是哇！你这泡面好顶级啊！等一下，我们有个问题，这个碗是不是有点小？因为我家没有泡面的碗，它热了加热它就软了，它就可以把它焖起来。它热了就软了，对。好，就可能稍微可以盖顶。期待另外一袋，还是把刚刚那油头也加下去，就应该不要啦，我们破坏它的风味。就是这个好像好，就感觉比较高一点。是不是，它不是粉，它是粉。我想摸摸看，是粉吗？是粉，应该是粉类的东西。是可是为什么我弹它不会往下掉？哎、欸，我的猫出来了，都被他们闻到龙虾风，在那边、啊。真的就是有龙虾味啊！虾味了，你看，你看我躲在这边了，是不是？连猫都想要吃龙虾风味的虾味。那个调味，龙虾调味应该还没打开。是不是，还是它是？两位。猫认证，猫认证的好不好？猫认证的海鲜，听说这龙虾，对，只要宠物喜欢的，应该都是好的。对，你看平常不出来，今天两只一起出来，他们两个躲在下面看嘛。你有剪刀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打喷吗？我很怕粉会喷出来，应该是不会。打吗？哎、欸，红红的哦，跟一般的粉不太一样哦。真的吗？欸、真的、欸，这是七味粉。哪里龙虾？是龙虾风味的粉啦。你看哦，这是怪不是虾壳磨成的吧？用煮的比较好。哦，这个真的可能是用虾壳磨成的粉，龙虾壳。还是第一天你刚刚去旁边拿挖土进来这样子。我要加水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能倒完了吗？应该倒完了。倒完没了没了。辣的，好。所以这个包装里面没了，就一个面条，两个粉，就是泡面粉的味道。虾味。啊，我是要等一下。你就倒了，倒了。倒了。都没了。
我觉得好像，我觉得韩国泡面的面条都稍微粗一点。跟日本对啊，它的泡面的面条其实真的蛮粗的。跟日本这样要怎么盖啊？就是给它盖下去啊。就等下软软一下。就这样子盖啊。对啊，哇塞！泡泡面，我们可以把它掰一半吗？我这样不用碗工啊，因为中间可有办法搓一半吗？可是搓一半这样，你如果把它弄断哦。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就是你知道，为了想吃东西，就是要克服一切任何事情。那你要泡一下下面软。不能断掉，不喜欢吃断断。端端端端的面。我不喜欢吃断断的面。Oh, OK, good。我手很干净，我刚刚洗手，看可以了吧？看我就觉得有点痛。OK, good。我们现在就把它泡起来了。把它泡着，对。大概三分钟，五分钟。我觉得五分钟好像面条有点粗，好像比较粗，对。其实，欸，我泡面都喜欢泡久一点点，为什么？他们喜欢软一点的，因为他们三分钟啊，我觉得他们有些地方都没有泡得很软。对，应该有一个观众说，韩国面条没用煮的，好像泡不熟，欸，真的，哦？那我们真的假的？加热一下吗？不要，我们就是要用泡面啊。我们有实验精神。但是很多人关心我们，他说碗太小，汤会不会太咸？汤会不会太咸？大家很关心的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实验精神。对，我们先吃给你们看。先看。啊，你们想吃，你们自己赶快来抽奖，自己带回来。对，抽奖，然后你可以加真的龙虾，加蛋，加蔬菜，加香菇。煮了一定会好吃的，煮了不用讲。对，我们现在教你泡。对，家里如果没有锅子可以，没有瓦斯，没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请到我们的重金礼聘的嘉宾来吃吃。一边。我想吃它很久了。我也很想吃哎，欸。可会不会我们吃完就这样？会不会它没熟啊？你明天可能就会接到客诉电话。不会啦，他们在韩国啦。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中文，没关系。听吗？这好吃，哦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，他用的包装这样子。今天公开分享这个。你的手比这小多了，根本就不用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还要聚焦吗？我不知道，根本就没有。你应该把它折断。对，今天公开分享就会抽出两，就会抽到一个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可以得到两包这个总共顶级龙虾泡面，一包是100多块，加起来两包可能就300块的泡面，有多顶级？刚刚你们看应该就知道了。对，不用我们多说。面条这么高级，泡面。油包也看起来做的那么好，对不对？要去哪里买？这个目前是我们市场，想要买私讯 D 边，好不好？私讯 D 边告诉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的。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买的。他只有镜头商而已，镜头商应该不会卖的。对，要私讯给我。不过这到底，我这真的很红，是不是？因为是今天之前我才知道这个泡面的。红一阵子哦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红一阵子。我好落伍哦。对啊，因为你只吃自己煮的东西。哪有写耶？你说写什么？中文吗？这样子。是吗？来，我看这韩文，你最好是看得懂啊。不是啊，你看它图示就知道啊。这一看就不是用泡的吧？这就叫你用煮的。没有，他说这个是说这个可以用煮的。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泡的。没有嘞，那明就一二三就说哦，你煮完之后倒那个的，我觉得 OK。那要不我现在就来拿去煮啊？不用，我们要，我们要泡的。好 ，OK。我们要有实验价精神。假如真的煮不熟，我们再去煮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刚刚已经做一个泡面70条在烤箱烤了，还要烤多久？还要烤大概5分钟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每个礼拜一四晚，然后这是泡面，龙虾风味的泡面。Konnichiwa，可是Konnichiwa是韩文呐，是吗？因为有人写Konnichiwa。我刚才想问说，哎，韩文的好吃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本来想说美味しい。大家朋友，我们都要什么？好像什么什么沙西手游。你不要乱讲。我只会黑油而已。我只会奥多克。奥多克是什么？怎么办？奥多克。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次晚间直播。这次我们的单元主题是利用中原七月过后普渡之后家里多的调理包，或是泡面，或是罐头餐厅来做一些食物这样。大家都比较懂日文呢，没有人懂韩文呢。好吗？大家都在讲游戏啊。那韩家 CEO 呢？你看这里有人说马西手游。马西手游是什么？好吃啊。哎呦，旁边有人就点头了。马西手游，你看，我们有工作人员懂韩文。我刚才是不是说马西手游？你好像不是，你刚才有一两个音不对。我们等一下看回放。我真的觉得你不讲马西手游。对，你刚刚讲什么什么油的？怎么后面加个油，就是假装是韩文？好吃。真的耶，马西手游，但是说马西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呀、啊？我觉得那不好吃怎么说？不知道，不过没关系。
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会公开分享的朋友会抽出泡面，然后我们要抽出下次的主题。你觉得第一边我们要先抽？那我们今天先来抽主题还是先抽？我们今天轻轻松松破30个。上次那个拿了好几千块出来才破30个。真的，那龙虾泡面好像很成功的感觉。对啊，感觉棒。我还是要讲一下月底我们有一个谁来晚餐，好不好？突然又讲一下。可能我们先讲一个，那我们现在抽公开分享好不好？你说送出这个吗？对。好，可是我的那个烤箱叫了，我先进去一下。马节奏真的是。马兜手游，马兜手游，马兜手游是不好吃是不是？哦，马兜手游。马西，那但你不要念错啊。好，不要念错。你还真的会小难搞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抽这个吗？一个幸运的观众朋友可以得到两包龙虾风味的。马西手游的泡面，马西手游，叹气死啊！两包，今天有公开分享，还有按赞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现在第一边正在处理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先抽出这个，然后我们再看。我觉得我们让它泡久一点好了。如果大家都说要煮的话，我们希望对不对？要泡久一点。要偷看一下吗？看一下好了。我偷看一下，等一下再给镜头看。我先偷看一下。哎呦！看起来跟原本差不多的，来，我们来偷看一下，来偷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点点啊，有软啦，有软，可是可能要再给他点时间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吃那个郡主厨的，欢庆普渡过后的食品大会集。其实要出来，出来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吗？那现在公开分享是？先出来，先出来，好，不用担心。所以，小编那边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我们等一下小编分享的人挺多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蛮热络的。星期一大家是不是有个 Blue Monday 的感觉？来看我们泡泡面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星期就要泡泡面，泡泡面，星期就要泡一点那种龙虾风味泡面，然后大家啊觉得心情好差哦，就把这泡面打开来，赞，龙虾泡面。虽然都看不懂任何一个字，但我们就是要吃它金色，你看它金色的龙虾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有没有？那是龙虾吗？它这边是龙虾，金色的、啊，自己看。是不是？这、哦、之前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新闻，就用龙虾还是用我做一件衣服的、那個？你是说 C Down Police？ 你说那个知名设计师 C Down Police， 然后加两个龙虾在那边？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好，今天总共几个人按赞分享？哇，今天分享了很多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今天公开分享的有没有看到？有58名。哦。58名分享，来，我们要抽出一名，可以得到我们这个泡面界的爱马仕，来哦，按了马上抽了，大家有看到？谁？林放林。林放林。是放方林，方林有没有？方林有在吗？没有，也不用在嘛，对不对？不用在，私讯第一边。对，方林，你现在不在，记得也是要回来看私讯，如果抽知道抽到你。私讯我们哦，好不好？什么林方？方林。方林 ，OK。方林，私讯。B 边。B 边 ，OK。70条了吗？70条。对。出来了。出来了，但是很烫。先想一下，那70爆炸了。70爆炸了。对。原因是我吗？是你，方林是你，记得就是你，私讯他。哇，他爆炸了。他爆炸了，哦。其实都炸出来了，就所以跟大家讲，这大对要试吃吗？我个人是原因是什么？它爆炸的原因？它爆炸的原因就是可能你刚刚裹粉的时候没有裹太多，没有啦。哦，粉要多一点，对，粉要多一点，然后要让它尽量那个。其实放太多了啦，对，其实放太多，可是也没关系啊。可是我们有发现有个小的没有爆炸，对，因为它粉可能裹的比较多。面积比较就比较扎实，所以我现在想吃哎、欸，可是很烫，我有刚刚其实在里面偷吃了一个，我觉得好烫。那我拿一个比较小的好了。看起来是好烫的。那，哇，好难得，难得竟会吃自己做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我常吃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在这个直播上面很少吃东西，好不好？都是别人在吃。好烫，我觉得很烫哎、欸，我很烫，我手。我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好烫，我要怎么帮你？好烫。嘴巴不会烫吗？还是烫啊？只有这个地方烫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刚吃了，知道它的口味吗？你们赶快吃啊！就来吃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你想害我吧，那边就已经很烫了，还一直叫我吃。很好吃哎、欸！
因为这怎么不好吃？可是它很烫哎。不会烫，还是你要我喂你？什么？到底会烫？你刚刚那个动作是真的会烫，好烫哦。啤酒去买一罐啦 ，DBA 去买一手。那个面，可是感觉像是另外一种那种感觉，像大阪烧料，脆脆的。可是大阪烧，啊，好 heavy 哦！我刚喝的是水哦，大家，这真的是水。今天喝的是水，这真的是水啦！干嘛一直拍我喝水？哇，高粱，厉害！厉害，酒量好，不会是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哎，它真的蛮像那个cheese条的。啊，这就是cheese条，它有什么蛮像的？里面真的cheese条。不是，它看到cheese爆炸，就会想说这个好像不。可是真的是个点心哎。它那个外面的那个面皮，不是面皮，那个泡面啊，真的是很像你平常在炸那个面包粉的感觉。然后里面的cheese会蹦出来，哇，那个康熙的感觉。哇，感觉有一些糖炒酱或烧烤酱，就会觉得超赞的。哇，可以，你觉得可以拉多长？哇，断了，只好放嘴巴里面了。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是泰国啊。哦，是我刚刚有回答那个放林有说了。那刚刚所以已经抽出来了，他人也在现场。所以第一边怎么样？今天这么多人分享了，这么多人来看，你要不要加码一下？真的耶，今天要加码一下，对啊。可是有人想要吗？有人想要吗？有没有人想要？有没有人还想要再一组这个龙虾泡面的？虽然我还没打开。泡面界的爱马仕呢？有没有？没有人想要？要那不如我们先试试好不好吃？再这边加码。所以我们说不好吃就没有人要了。对啦，不是我们说。等一下你这么快就把它打开了？你说要再来一下？你确定它 OK 吗 ？OK 啊，我觉得。当当，你要吃吗？我想吃泡面已经想吃很久了。啊！我觉得它跟之前那个辛拉面的面条都很粗，很像，对不对？都很粗吗？我是觉得啦，就那种，要不要再泡个两分钟？那我们再泡两分钟。那我觉得可以吃哎。好，郡主说可以吃了，我们就让郡主试试看。我要吃啊！明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哦，掉筷子掉地上。真的假的？欸、有人说要加码，两个人说要加码，拿一个真的爱马仕包包也是可以，拿一个真的爱马仕包包破十周年，我跟你讲，直播人数破30万，爱马仕包包，爱马仕包包，直接破，我直播同时再接10万，好不好？我接到10万，直接爱马仕，直接送一个爱马仕，可是我怕真的大家当真，然后真的破10万怎么办？你要跟老板讲啊，这边来，我们先看好不好吃，好啊，这个面真的看起来比较粗哎。没有，我觉得好吃啊，我觉得有龙虾吗？可是龙虾在嘴巴跑吗？可是它皱眉了，皱眉没有没有皱眉，就是我平常就是我需要那个医美的赞助，我可以去打一下肉毒。有海鲜很浓的味道，可是我没有吃过龙虾，但是我觉得好吃。没有吃过龙虾？有啊，我吃过龙虾。你说加一起吃？好啊，刚刚工作人员说我们把泡面放在泡面里面吃。我去拿个汤匙，我想喝喝看看。然后你把它夹进去，我们把大家看，我们把这个我们自己制作的放进去里面。cheese 条先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在里面这样吃。哎，真是太肥了啦，这我不敢吃。我说真的，你吃一口你自己做。我不要，我是说我很想吃，可是我不能吃。那等下等 Stanley 说让我们吃。好，让他吃。有热吗？有熟吗？有熟啊，我不想我。Stanley， 我们刚刚把cheese放进去，你要不要来吃？我只想先喝一口汤，是不是？好，先喝一口汤。你吃一口泡面加 cheese， 一定很好吃，我觉得。有没有龙虾？有海鲜味。你干嘛？真的有海鲜味。他抄袭我的台词，就是我刚刚说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汤比较辣一点。可是感觉反面的意思就是没有龙虾味，只有海鲜味。可是是我们要秉持着一个很公正良心的，就是说海鲜说龙虾说不过去，海鲜说不过去啦。要吃气死了，要吃气死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这个龙虾就你要端着，你要端着嘛，这样会比较好。你说要气死加面哦？对，气死加面，然后加面脆脆的，然后加一个面，要帮你端着啊？不用，这是什么样泡面三重奏是不是？然后又有气死。这也太 heavy 了吧！只要有酒，有人说我只要有酒，什么都觉得好吃。对啊，好了解我。哇，真的太 heavy 哇！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一定很好吃吧？很好吃，可是很脆弱。史丹利，这个比较好吃还是这个比较好吃？
没关系啊，无所谓啊，这秉持着公正，公开的，我说真的，你说真的，如果今天我是真的是宿醉想要吃泡面的话，宿醉想要吃泡面，就是吃这个泡面啊。宿醉你就会想喝热汤，可是我今天宿醉你还没有时间做这个。对啊，今天我真的如果要下酒，我要下酒的话，我会选这个，因为这个很配酒。啊，如果今天是宿醉，有没有？我会想要选。所以还要吃龙虾泡面，所以就是在不一样的情况下吃。但是你把两个同时加起来呢，就变一道正餐。再加一个青菜，有没有？就变一道正餐，真的很赞。哎，那个起司真的好棒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呢？我不要，我真的不喜欢。今天扣打已经没了。我今天晚上扣打已经没了。是一个很注重的人，对不对？当然要，要试试看啊！那个你们要试试看？你们要试试看吗？来，第一边来。好，第一边，来，他都要等很久，他从还没有开路之前就开始说，我今天要吃这个龙虾泡面，我要吃龙虾泡面。你自己在那，他从开路之前就在想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有要加码吗？有没有啦？有加码，大家不要走开。大家不要走开，我很多人说要加码。第一边说要再抽出一组哦，就是两包龙虾泡面哦，所以刚刚没有抽到的朋友们，不要担心。第一边没有cheese，你没有加cheese。我这个先吃一口原味。哦，他想吃两口啦，好了，让他吃两口。他怕等一下吃一口他就走掉，他就没得吃了。怎么样？要再送出一组。有没有龙虾味？你先讲一下，你刚刚问我们有没有，对啊，有没有龙虾味？就有点辣辣的味道。烂透了，真的烂透了。辣辣的味道。我们真的秉持一个很公正、很公正的良心来讲，它龙虾味真的没有很重，但是有海鲜。还是第一边没吃过龙虾。还是其实我吃的这个辣辣的味道就是龙虾味。那我还是干净做的。没有要加一起，不是你要加在泡面，然后泡面双重奏这样子。然后待会第一边试吃完之后呢，我们要再送出一组两包的龙虾风味的拉面。刚刚那个好吃怎么讲来着的？马西索哟！哇，马西索哟！上次可以接你，马西索哟！怎么样？我觉得加了这个真的才好吃。怎么叫才好吃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人生都完整了，是不是？人生都再喝一口酒，人生更完整。我要喝一下这个汤。刚不是一喝过了吗？我刚才吃面。OK， 好。发现人很爱喝汤哎。汤很好喝啊。不就是咸咸的吗？没有，它这个辣辣的。那个是什么？哎，淡淡的海鲜。淡淡的海鲜，包装。好，我们要现在那个，因为 D B 要再帮我们送出。不，我们跟大家讲，大家是要加码。对，要加码。要加一组。你想要获得的，现在帮我们按爱心。爱心。你想要获得了，帮我们马上按爱心。马上还在看着，马上按爱心。但你不要走，不要走开。收到了要有回应才会给你。想要在我们再送出一组的朋友们呢，赶快再帮我们按爱心。我们会从按爱心的这一群人里面抽，按爱心的这个里面抽出一名。但你要在我们这个福利就只给现在在现场的朋友。现在按爱心，按爱心的人才有好吗？有人说会很辣吗？其实还好。对，就是辣，都是辣的味道。海鲜现在按爱心，我们再加码送出一组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按爱心，我们从爱心里面抽出一名。什么口味？龙虾口味。你刚才吃了，你是忘记了是不是？我们要讲一下，它是龙虾风味。可能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它的龙虾味很浓很浓郁，但是我们吃了之后发现，其实它是很多不同的海鲜，龙虾的风味没有特别的突出。好会讲泡面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吃到龙虾风味，还是我们帮它改名，它就叫海鲜风味。泡面，而且它的面条是拉面的面条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好，大家只能按爱心，不要再按赞了，按爱心，按爱心才会从按爱心的朋友里面抽出一名，再抽出一名。可是你要在现场，你不要走开，你要回应，马上抽，不然回答。OK， 马上。我们喊三声不在，我们就让给下一个。大家按完爱心了没有？马上抽，按完爱心没有？记得按爱心。要按爱心，大家赶快哦，送哦。送哦，送是很爽的意思吗？那是送啦，很爽的送啦。那种不太一样，那种不一样。就是送啦，跟送。我们现在送这个还有一个韩国顶级龙虾风味的马铃薯拉面。好，现在按爱心。按爱心的有二十个。好，来送。然后再抽出一名哦，你们一定要在现场马上回应。Stan 在比爱心哎。对啊 ，Stan， 你看。马上抽，温鱼
文宇谦。文宇谦，小编怎么突然变那么小声？谁说的？不确定。是文宇谦，在不在？知道吗？在不在？在吗？文宇在，他在，他在了，在。恭喜这个文。宇谦，应该是全文宇朋友啦，陈文宇啦，对啊，對啦，可是我们就是要从头练到尾啊。哪有？是小编说第一遍不懂那个，好了，没有啊。哇，直接抢第一遍。好了，今天的第二位，恭喜你得到这个龙虾的泡面，记得方位。私讯第一遍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一四晚间八点都会做滴答滴。的料理直播，每次我们都会在节目的尾端抽出下次要进行的料理的任务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单元我们要做的是七月普渡过后家里送剩下的食材。对，然后最后一集下礼拜四的时候会做谁来晚餐，明天第一边会公布分享，然后请大家赶快报名，真的是免费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免费，但是你要自己来去我们指定的，去第一边指定的，而且还要赶快去分享我们的那个送那个调理盘的那个自己天文，所以只要分享那个就可以了。最后一天抽还是下礼拜四？就在下礼拜四来晚餐的时候，现场会再抽出来。然后这次呢，我们抽到的是汤锅，就是这个礼拜四会做的东西。汤锅，第二个汤锅来做料理。汤锅来做料理，汤锅啊，汤锅跟一般的锅有什么不同吗？汤锅是比较长的，就比较深，比较深。我想应该是吧，就比较深吗？泡菜罐头，哎呦，好像有些人会拜这个哦。泡菜罐头蛮多人拜的哦。爱差味不是都？其实现在里面的食材都是我们有可能在拜的时候拿到的。对 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单元就是在做那个普渡的泡菜罐头跟刷。陈小华，记得我们明天公布，帮我们报名一起来玩。刷。那好的，这是个就是算，这个字念算是不是？算啊！我以为你是要跟我玩洗刷吧，来，快看这一包刷，耶！那你也要。这是念刷。算啊！我这边算是不是 ？Sorry。刷打出来吗？打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不相信，这念刷。算吧。那我问你们，刷刷锅还是刷刷锅？算锅，刷刷刷刷刷锅都是一样的。刷就是算 ，OK， 算，有边不管我们就到店家刷，有边没边，没边店中间啊。好了，就是下个礼拜下次呢礼拜四的时候，我们用汤锅还有蒜跟泡菜罐头来做料理。大家如果希望看到我们那个滴答滴料理厨房直播做什么料理。菜色的话呢，欢迎大家留言。对，也可以留言嘛，他们也可以建议我们对想要看什么，想要看到什么东西这样。我在下面留言。还是下次老板可以放那个龙虾在里面吗？放真的龙虾。放真的龙虾，反正可以。可以啊，如果现场一百人放龙虾，又或者是你们100人就放龙虾、啊，一百人。好啊，放在这边。好，放在这边。好，那住得下吗？可能我们要换高级一点的。那就是今天就先恭喜刚刚有抽到爱马仕泡面的两位。今天讲到爱马仕泡面，没有忘记。然后今天Stanley帮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什么决定、啊？同时在线30万人，我们就送三个爱马仕包包。老板知道吗？老板知道。老板同意吗？老板现在正在开直播，我想老板应该有听到吧？你刚刚骂脏话，30万人太夸张了吧？哪有？30万人简单吧？全台都有几千人，都30人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就是 Stanley 说老板听好，是 Stanley 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哦。30万人，然后抽个爱马仕包包，送真的。我有一天走一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、欸、怎么样？今天我想你们红了以后，有没有？你们以后真的观看人数很多，大家就把这个影片挖出来了。大家就把这个影片挖出来。我想那个现在网络很发达、哦，我想那时候真的爱马仕应该也会赞助我们一个爱马仕、欸，哎，就超过30万了。要看。对啊。不用担心啦。好，那今天就谢谢大家。看我们一句话，老板说好，老板说好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